在一对五十的情况下，机甲大 boss 都能战胜哪些植物？挑战正式开始，五十个豌豆射手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大嘴花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双发射手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大喷菇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复仇菇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五十个复仇菇，五十个魅惑菇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雷霆菇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五十个侍卫菇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荆棘射手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倭瓜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魔法玫瑰 vs 机甲大 boss。
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的魔法莲蓬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西瓜投手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竹笋炮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五十个榴莲投手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火龙果炮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山竹花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五十个山竹花，五十个荆棘剑龙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爆燃豌豆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五十个野狐草 vs 机甲大 boss。We'll be right back.
获胜的是50个野狐草，50个荆棘刺王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50个魔法闪耀跟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50个狙击豌豆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50个机枪射手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50个冰西瓜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50个爆燃激光豌豆 VS 机甲大 boss。 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50个玉米舔狗 VS 机甲大 boss。获胜的是机甲大 boss， 50个霸王胶 VS 机甲大 boss。 获胜的是50个霸王胶，50个贪食茄巨兽 VS 机甲大 boss。 获胜的是50个贪食茄巨兽。综合以上测试，只有复仇菇、山竹花、野狐草、霸王胶、贪食茄巨兽战胜了机甲大 boss。